是 Look。今天呢是4月15号早上9点多。昨天在剪片的时候啊，就是有接到一通面试的通知，然后是在大阪的梅田。想说趁这个机会，我们顺便去看一下大阪现在外面的街景是怎么样吧。对，去之前还要先烫衣服。平常出门的时候会烫衣服吗？我以前其实也不烫衣服的，从去服饰业上班之后才有就是烫衣服的习惯。然后刚好脸书上面都会有一些在大阪的一些台湾人、外国人的一些互助会，然后有一次在里面就买到很便宜的熨斗，在那里，这里。平常的话，这台车的话都是满满的人，结果今天加我居然只有一个。嗨，来到大阪车站啦。如果大家平常有来梅田的话，就知道现在这边的人真的少很多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车站里面的店也都没有开，除了便利商店以外。其实梅田这个地方很大，所以我也常常迷路，所以我很少来这边的。这边应该也算大阪最繁荣的一个地方了吧。我现在在阪急百货这里，这里疫情之前呢，平常人是最多的地方，但是你们看看今天，有来过大阪啊，或者是住在这边的人都知道，平常这个地方真的是超级多人的。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严重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撑过这一段时间。松了一口气，面试的时候太紧张了，过程也不知道在讲什么。那我就带你们继续看一下梅田这边的风景吧。回到家了，现在呢，我要去准备我女朋友的便当，然后晚上的时候要去吃寿司。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家这个米桶，它很酷哦，它只要按一下的话，就跑出来是一共的量，然后我今天煮两共。
出去以前呢，还有一些时间，那我就顺便来打扫一下家里。吸尘器之后啊，我就变得有点喜欢打扫家里，因为之前扫地的时候都要弯腰下去，超级累。其实现在这段时间不应该出门的啦，可是卡片有那个点数，然后期限也快到期了，想说那我们就干脆去吃一下，然后顺便带你们看看现在的回转寿司的话，到底是不是那个转盘上面真的没有寿司呢？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入力してください。表示内容で発券します。要是用这种点餐的方式。这样去选，然后你点完之后，它就会从这个轨道送来。哎，可是上面还是有一些单价比较高的，它好像还是一样会在轨道上面。库拉苏西呢，它每一个月都有每个月特别的菜单，这是这个月的，4月10号开始跟4月24号开始的，后面也有。后面是一些基本的，然后像这一张的话，它是平日的 lunch， 就是午餐限定的，它到5点，然后就是500元。像这种寿司，今天的战绩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盘子加2碗，然后因为这碗的话就没办法玩这个扭蛋了，所以就只能玩一次。没中，不要说起这个超级难中，通常要玩3、4、5次左右才会中。结账模式也都改了，全部的结账都在这边这台机器上面按，再拿着这张按内票去柜台结账。看外面还有一堆扭蛋，跟这个柴犬很可爱。那我回到家啦。今天过了充实的一天，然后等下可能洗个澡就要睡了。那今天谢谢你们跟我过了这一天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